你在吃什么？奇异果。奇异果。嗯？嗯？这是什么？叶子啊。叶子啊。要擦好啊。嗯。有很好吃吗？你很爱吃奇异果哎。嗯？哇，吃那么大口，嗯，哇塞，哇，又吃一个大口哎，嗯，你要吃那个闪电鸟吗？嗯，吃那个闪电鸟。闪电鸟。啊，那是烤鸡吗？闪电鸟是什么？闪电鸟就是那个玩具啊。是宝贝，那个皮卡丘啊，宝可梦啊。那没有这个啊。对，有啊。闪电鸟是很厉害的啊。那直接冲过去吗？对啊。弟弟，你要不要吃饭？会不会飞很快？哎呀！阿妈在跟你讲话。阿妈叫你都没有答应呢。什么？要不要吃饭？要。来，叫你爸爸弄给你吃。你要吃什么？饭。吃饭配鱼啊，不好，那个是鲜鱼。你看要吃啥，你学吃。他要吃玩具。要吃这个屁股。电鸟，说，呼呼呼嘿，呼哈呼嘿，哈嘿呼哈嘿，哈哈呼嘎嘎，嘎嘎嘎。闪电鸟，闪电翼翼，闪电屁股，呼。你不是要吃饭呢、啊？来。